农历10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举旗帜，科学发展，贯彻落实17大精神专栏。今天播出西藏农牧发展重科技，传统产业现生机。2007年，我国节能减排初见成效。温家宝就成功救援西沙、南沙被困渔民作出重要批示。各地及时发放采暖补贴，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河南引进民营资本，加快环境工程建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巴厘岛会议为绿色经济时代打开大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依靠科技创新，激活高原传统产业发展，不但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农牧民带来了更多实惠。这里是拉萨市达孜县的一家青稞生产企业，我们现在看到长长的队伍呢，是农牧民销售青稞的车队。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的12月份将是企业固定向农牧民收购青稞的季节。从现在开始，农牧民种植的青稞，企业将从原来的零星收购变为包种包收。前两年一斤青稞只卖6毛钱，现在能卖到1块2，不愁卖不出去，明年我还要多种一些。西藏青稞年产量约62万吨，除去群众口粮，每年都有14万多吨没法消化。农牧民增产但不增收，挫伤了很多人的种植积极性。去年，西藏农牧科学院进行科技攻关研究，发现青稞是目前世界上含贝塔葡聚糖最高的麦类作物。这种物质具有极高的医药保健功能，一直是国际研究开发的热点。它的提取技术和食品转化工艺，我们已经研究成功。去年，西藏在10个农业大县建立了优质青稞生产基地，推行公司加农户加科研单位的种植经营模式，吸引了大批企业从事青稞产业化开发。同样是1亩地的青稞，我们把它加工成藏巴麦只有800块钱，我们把它加工成青稞酒是原来的10倍，从那里边提取白塔葡聚糖的高科技产品是原来的50倍。依靠科技成果转化，成倍受益的不仅仅是种青稞的农牧民。居住在拉萨市城关区藏热村的索姆老阿妈，现在每天早晨都是最忙的时候，为家里6头奶牛挤奶，让她忙得不亦乐乎。现在我们家养的是新奶牛，产奶量多，公司天天收，去年靠卖牛奶家里就盖了新房。索姆老阿妈所说的新奶牛，是近年来西藏农牧科研部门为解决本地奶牛生产性能低而繁育的高产奶牛新品种。通过对奶牛胚胎移植和冻精输配技术的推广，使西藏奶牛品种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现在的该奶牛啊，年产量可以达到1800到2500公斤，是原来的4到5倍。目前，仅在青稞和奶牛这两项传统产业开发中受益的农牧民就达85万人，年人均增收约900多元。今年，西藏已取得藏医药、牦牛养殖等传统产业科研成果达100多项。成果转化也同时启动，将带动更多农牧民增收致富。用科研成果去吸引企业开发市场，再通过企业规模化生产去带领懂技术会经营的农牧民服务于特色产业，为西藏农业找到了一条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2007年，我国节能减排向纵深推进，在国家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减排的两大指标首次双双下降，节能减排初见成效。节能减排出新招，今年我国掀起了一场节能减排的全民行动。这两天，北京平谷区挂甲峪村的第二批70户节能新居进入收尾阶段，就在不远处，先期入住的村民们已经享受到了太阳能带来的便利。一年都有热水，取暖不用煤，点灯用太阳，每年老百姓啊，以户为单位，能节约开支6000元。到8000元。作为2006年全国唯一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地区，北京当年就搬迁和关停了140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眼看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节能减排空间有限，今年北京把突破点放在新技术利用上，太阳能和绿色照明等17项新技术开始走进农村。不光北京，今年各地都想了不少节能减排的新招。山东把节能减排列入政府换届政绩考核，对完不成年度减排任务的实行一票否决。浙江、河南在建设县一级污水处理厂方面下足了功夫。贵州一口气关了300多家黄磷、铁合金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节能减排打出政策组合拳，今年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力度前所未有。关，今年全国共关停小火电机组1100万千瓦，淘汰落后水泥产能3000万吨，炼钢产能870万吨。县，今年国家先后两次启用区域限批政策，同时取消了553项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扶持，今年中央财政拿出235亿元支持节能减排，其中70亿元用来奖励成效显著的十大节能工程。考核，从明年起，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负责人上交的节能减排成绩单，如果不合格，将面临问责和一票否决。感受到，啊，我们真正抓环保的重点来了，我们底气足了，腰杆硬了。措施的效果正在显现。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单位 GDP 能耗下降3%，两项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总量也首次双双下降，节能减排出现拐点。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环境保护开始从控制污染恶化的趋势向全面改善环境质量的转变。中国的环境保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就成功救援西沙、南沙被困中外渔民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交通部门多次成功实施海上救助，保护了国内外渔民的安全，受到普遍赞誉。希望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再接再厉，更加有效地应对海上突发事件。受今年第25号强热带风暴海贝斯影响，11月22号起，大批中外渔船和渔民被困西沙和南沙海域，面临断水断粮的危险。一艘菲律宾籍和一艘越南籍渔船在恶劣的海况中先后沉没，62名外籍渔民落水。险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关注受困渔民。温家宝总理、曾培炎副总理、华建敏国务委员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在保证救助作业安全的情况下做好救援工作。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启动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交通、海事和救捞、外交、公安、边防、农业、气象、海洋等部门以及海军部队迅速展开救援。出动南海救112轮、南海救111轮、南海救199轮等，装载足够的食品和淡水前往救援，派专业救助直升飞机实施空中救援，并协调了中远、中海集团等航运公司航经该海域船舶积极参与救援。农业部、总参也分别派出渔政艇和海军舰艇前往救援。此次救助行动历时8天，共有52艘渔船和1022名中外渔民得到救助和救援。其中29名菲律宾渔民和7名越南渔民被安全送返。这次搜救行动是继2006年成功搜救越南渔民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海上搜救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伊朗民族人党。与内贾德总统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贾庆林感谢伊朗多年来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并表示中国愿与伊朗共同努力，促进两国关系不断深化。贾庆林说，中国共产党愿在党际交往4项原则基础上，与伊朗民族信任党建立党际关系，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交流合作，推动中伊人民友谊和两国关系深入持久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应司法部邀请来访的埃及司法部长毛希丁·马拉伊一行。周永康高度评价了中埃两国关系，希望两国的战略合作能够向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发展。他介绍了中国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情况，表示中方愿与埃方共同努力，相互学习借鉴，加强双方在法律与司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他对两国司法部签署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表示满意，希望双方认真贯彻落实，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本台消息，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大韩民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将于12月10号至11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农民出门打工总是苦于没有信息。随着吉林省统筹城乡就业措施的实施，这里的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就业信息，农家的就业门路畅通了，生活也富裕了。没想到政府给我提供的信息，我这50多岁人出外打工能赚到钱，能给儿子娶上媳妇儿。今天是黑顶子村村民范世学的小孙女2岁生日，老范一家乐得合不拢嘴儿。但就在2年前，别说抱孙子，就连给儿子找媳妇儿都成了老范的心病。我们家2间破厂房就是要倒了，外边还有债务，还没房，还没钱，这小也订不上婚呢。过去那3多呀，是厂房多、光棍多、债务多。黑顶子村处在长春市双阳区最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又缺乏资源，每户人家的年收入只能靠种地的2000多块钱。那穷在这儿，咱也想不出什么个道儿。后期政府给提供这个信息。老范说的政府提供的信息，其实就是一条普通的求职信息。2005年，吉林省启动了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省市县乡4级劳动保障部门收集全国各地的就业信息后，通过遍布每个村屯的劳动保障协理员和送岗下乡直通车，把就业信息直接传递给农民。务农大半辈子的老范一家就是这样，都在石家庄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一条用工信息，那么在3分钟内就能传到村屯的村民耳朵里头。在吉林，农民只要想找工作，不出家门就能获得求职信息。从免费技能培训和务工中的全程跟踪服务，直到回乡创业的贷款扶持，村民们的待遇完全像城里人一样。现在黑顶子村2/3的村民都像老范家一样在外打工，每年带回劳务经济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70%还多。通过劳务输出吧，又产业新增多，瓦房多，存款多，上外劳务输出也多。从2005年吉林省启动城乡统筹就业措施以来，目前已经覆盖全省，有500多万名农村富裕劳动力走出家门，劳务收入达400多亿元，全省农民平均收入增加了2200元。现在老范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村里办个养牛场，能带着还留在村里的乡亲们共同富裕。随着天气逐渐转冷，各地政府及时发放采暖补贴，并扩大救助范围，让困难群众温暖过冬有保障。这个冬季，河北省的供暖保障范围扩大了一倍，由过去的83万人扩大到160多万人。过去只有低保户、特困户可以领到的采暖补贴，现在更多的低收入人群也能享受。前几天，秦皇岛市民崔金花、贾玉胜等拿到了500元的暖气费补贴，成为首批受益的困难家庭。辽宁本溪市今年也把取暖救助对象从低保户扩大到了低保边缘户，而且没有住在集中供暖区的困难群众也开始享受采暖补贴。现在政府的825万元补贴款已经到位。这几天烟台市气温降到屋外滴水成冰，温老人今年家里的暖气费是全免的。现在温度多少度？现在是顶19度吧，接近20度。经过半年多的调研论证，烟台市政府今年决定不上调供热价格，同时加大救助力度，把无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对象的取暖费由过去补贴一部分改为今年由政府全额买单。为了让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不会因液化气等物价上涨受到太大影响，甘肃、湖北、江西、四川、新疆兵团等地也纷纷加大救助力度。河南省今年已连续2次提高低保家庭的临时物价补贴标准，近日又再次拨出1056万元的临时物价补贴资金。南昌市近日也向全市低保常补对象增发了液化气临时生活补贴。现在我去光按米去补贴，我现在早都多西过，过一拉米去收给的噻，是吧？收来的噻。